1966年8月24日，北京。对于许多人来说，我已经死了。在我的葬礼上，大家一定会说我有精神问题。谁又没有呢？也许没有灵魂的物体，才没有精神问题吧。这个就是我，我叫一清，我是个诗人，这是我的诗。你知道吗？我一直都在你身体里面，你却不知道我的存在。你是你，你亦非你；我是你，我亦非你。我知道你会回来的，我一直在等你，你也一样。有时候你在我梦里，有时候你在我梦里的你梦里，又或许我们都在别人的梦里。有时候不能只相信你的眼睛，听听你的心跳声，答案都在那里。你该醒来了，而我却不能睡。我真的好想美美的洗个热水澡，虽然我感觉不到它的温度。你应该多喝点水的。至于那些药片，最好还是丢掉吧，他们只会让你越来越严重。肉体是不应该被禁锢起来的，又何况是灵魂。有那么一个地方，时间是倒转的。对于那里的人来说，死亡仅仅是一个开始。每一具僵硬的躯壳都在等待着他的灵魂，就像一台车等待着他的司机，开着他去他该去的地方，见该见的人，做该做的事，然后再忘记他们，直到彻底清零。在那里，他们都越活越年轻，越活越简单，越活越开心，因为他们知道生命哪天会结束，因为他们一直在遗忘。也许那是梦，也许那就是天堂。那台车还会有个副驾驶，他有时会趁你睡着了偷开你的车，带你去他想带你去的地方。这一次真的走出去吧，带上你，带上我，
海客台瀛洲，烟涛微茫信难求。我欲应之梦月，我欲应之一夜飞渡，一夜飞渡镜湖月。千言万转路不定，移花已时忽已明。泥为衣兮风为马，云之君兮纷纷而为下。无魂静已破洞，恍惊起而长惊。世间行乐亦如此，古来万事都流水。别君去兮何时返？别君去兮何时返？且放白鹿青崖间。且放白鹿青崖间。很多的问题都会一遍一遍重复的出现，很多的错误也会一次一次的犯了又犯。听听你的心跳声，答案都在那里。直到不再逃避，直到不再畏惧，直到有勇气去面对自己。才能走出那个自己画给自己的迷宫。1966年8月24日，对于许多人来说，我已经死了。有那么一个地方，时间是倒转的。对于那里的人来说，死亡仅仅是一个开始。